等一下，放下。先问了，那既然这么多了，我们先问一下，要做第二组的举手。第二组的，第二组一个，第二组的，确定了。好，那就是你男主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你确定了。第二题的话是第四组跟第十一组，第三、十三、十三组对，第四组跟十三，好，你可以坐下来了，谢谢。想要做身体障碍的举手，身体障碍有四个、五个，好 ，OK。想要坐过劳的举手，想要坐，想要坐坐过劳的有没有？一个好，优先给你们啊，你先坐下来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还第一组吗？第一组。第八跟第十，第八跟第十，第八跟第十坐过劳的。所以我们这边有四组，所以。好，可以的。来，要做同志射精按摩的举手。一二，通通你好哦。好，要做那个障碍者的举手。障碍者的，好，障碍者优先给你这三组，好不好？优先给你这三组障碍者的。所以第五组，第十一组，第十二组。好 ，OK， 请坐下。失误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所以您这边只有三组，只有三组可以做同志射精按摩，另外两组呢就不得不去做这个跟这个，知道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志愿要到二跟四的？有没有？比较选二，好 ，OK。那第三组要做第二个题目，第三组做第二个题目，你们要做。你改第四个哈，你是本来做什么的？你本来是同志摄影按摩吗？哎，这个职业难做，我跟你讲。所以你本来是第九组，你第九组，第九组的话要想做第四个题目，好 ，OK， 请坐。OK， 那个，所以现在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可以先练一下那个这个题目要怎么做？身体障碍。麦克风宣布一下，身体障碍是第五组、第十一组、第十二组。好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有没有错？有错，赶快讲哈。那，然后呢？然后那个，做那个第二个题目的，第二个题目的师徒在的统第四题，还有第十三。第十三，好 ，OK。然后第四个题目呢？第四个题目是八九十。八九十没有错嘛？哈 ，OK。那所以你们这三四个同学，我先搞，我先搞。第一组的有三个。第一个题目有几？已经有第几组？第一个题目呢是第几组？还没选，所以你们这四个，您先猜拳好了，猜输了就找到另外一个，好不好？来看猜拳，来，我喊一二三，啊，加油喽！来，一二。不用了，放这个小朋友。小朋友来，一二三。你们说谁输？哦，赢了。你没有猜，你是谁输的？我不是来猜拳的吗？你在想什么？
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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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第几组？第几组？一二七啊 ，OK。十四个组别错。是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好。一二六七，一二六七。那个第二个是哪几组？第二个是三四十三。是不是？对。OK。然后这个身体障碍的第三个题目是五十一十二，好。然后坐牢的，坐牢刚刚是一二六七吗？一，那个八九十，八九十，好。所以三，我们应该有十四组啊。对啊，我刚刚在数，刚才数的坐下来之后就不知道。越南边的。好，那你等一下，那这个四组的再来猜一下好了。男方跟女方。啊。啊，对对，这四组可以，对。这四组刚刚可以。过劳的人比较好找男人。对。好，所以来那个最后十三组要选哪一组？选哪个题目？啊，十四组对，十四组你要选哪一个？坐牢，好，就选择坐牢。好，这样没问题了哈，没问题，好，很好。有一个助教是要带跨座，对，那就是自由球员，应该不是吧？自由球员已经很累，不用自由球员。OK， 没有抱怨的哈，没有抱怨的，就这样子哦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助教。我们这门课其实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，你们跟助教的那个互动关系非常密切，因为我们这整个社会学是要做相互的讨论，所以助教会带领你们走过这样学习，怎么样去完成你的这个团体作业，也会带领你们这个考试的题目，考试的时候那个读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。啊，刚才忘了讲一点，另外一个要求是每个礼拜三晚上十点，对，不是晚上两点哈，晚上十点上 FB 讨论。礼拜三晚上，在 FB 讨论，在脸书上面讨论。到时候你们那个小组小那个 TA 会教你们怎么去开一个社团，这个社团上面要怎么讨论。啊，你们之前要好十一点也可以啦，但是我今天是通常十一点不会有人来啦，就是十点就是十点，十一点、十二点都可以，但是今天是十点开始比较好。好，没有问题的话，那请问一下，那个上次我们主题，西涵你是哪一题？是那个第二题。好，第二题的同学请站起来。第二题的。是这个吗？是吗？身体障碍者吗？对，身体障碍者五十一十二，请站起来。好，等一下记得看到。等一下，老师。我刚才颠倒过来，我这两个颠倒过来。有点错，对。对，我这颠倒过来。第二题是三四十三的同学，其他同学坐下，不好意思，三四十三的同学，好，记得你们的 TA 就是后面的穿粉红色衣服的西涵学姐。西洋学子，好，我是这样子，我们四个人带三组。对啊，你现在要出现一个问题，有一个人要跨，有一个人要跨，有一个人要跨，你要带两个组。对，一个人要跨，两个组，这样分的话。我们要七个人。对啊，我们要七个人。七个人是基数，那是八个人呢？八个就 OK 了。八个就 OK。但是就是会有一个助教带一组的。对。啊，会有这个状况。
样好了。是带一组跟带两组的组，时间是花的一样的。对啊，有一个助教要，有一个人要画两个不同的。要不我去检查一下来。这边有两，再多一个。不是宝哥，我觉得没有抢光，抢光我就不需要了。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？51、12跟3、43，有没有一组同学？你们愿意调到另外一组或调到另外一组的，这样就会有4、4、4、2，听得懂意思吗？好，第五组3、4、5、11、12、13，你们有没有愿意跳槽，就是改做另外一个题目的？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吗？请你先讨论一下。就你们有没有想要？就是说可以跳到另外一个题目来做的，愿意选另外一个题目来做的。所以两组我们比较可以，大家要不然有一个人要做画图的，可以吗？第五组同学，你们不想换的？我要换。你们要换，你继续。好 ，OK， 好，很好。摄像跳到这边来，好，很好，谢谢你们。好 ，OK。所以，来，这样子 OK 了，来。第一个，那个同事摄像按摩，我们是谁负责？有一个是佩如，还有谁？我们两个。你们两个。好 ，OK， 那就是佩如跟云雅，来，同学，那个一二组，六七组在哪里？一二组嘛，六七在哪里？六七在这边，好，六七组，那个佩如你负责一二组好不好？哦，好。云雅你负责六七组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来，请给他们看一下哦。来，第二个。51是哪一个负责的？啊，第二个题目是谁负责的？第二个题目是我们是组别，好像是组别是我刚写的是3、4、3嘛，那现在是啊，没有，我把这两个调过来了，身体障碍跟毒品。没有，所以你原来是负责毒品的吗？我是那个第二个身体障碍。身体障碍好，反正身体障碍题是51组，是吗？然后身体障碍。现在以这个为主，现在以这个为主好不好？好，第五组，第11组，好，那你们两个就是跟着西涵学姐，好不好 ？OK， 然后接下来三四组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这边那谁负责毒品的？好，崇芬跟娜菲，好，所以三四组是崇芬12、13是娜菲。可以吗？恭喜！然后俊凯，讲错了。好，同学，那个崇芬学姐，就是你们这两组，她会带你们这两组，好吗？然后俊凯会带你们这两组，可以吗？俊大飞啊，搞不清楚。好，接下来坐牢的是谁负责的？好，是那个明翰跟其中。89组在哪里？89组哈，89组就由明翰，好不好？那个头发中分的那个叫明翰。你们的学长。接下来第十组在哪里？好，跟第14组，你们就是由其中负责，可以吗？由其中负责 ，OK。好，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到这里有没有问题？
没有问题哦。好，那现在就各个小组带出去好吗？这边有问题吗？那个曾怡有什么事情吗？没有啊。 OK， 所以要上啊，你们要上，你来闹的啦，打闹架我就想。但是你要上，那你传给我吧。现在空间啊，怎么分布比较好？啊，你去哪了？我先问一下，去哪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 OK 了吗 ？OK， 好，同学，那我们这礼拜就到这里，上课到这里，但是都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，关机了，喉咙关不起，好啊。上课还没有上小学，还累。那个，等一下，你们的助教就会带领你们到一个未来一个学习要讨论的那个空间。那可能在这边，可能在外面，请遵从你们的助教的指示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个。第一组、第二组是谁负责带走的？您的第一组跟第二组，啊，佩如，你要先带开。啊，您在这边好。来，接下来第三组、第四组，对不起，第六、第七，第六、第七留在这边。好 ，OK。第五、第十一。我在三楼。三楼电梯。跑出来的OK， 好，第三、第四组在哪里？琼芬也在这里。琼芬也在这边，好，所以第三、第四组，等一下留在这边。第十二、十三组，俊凯。在四楼。四楼。电梯口外面。四楼电梯口外面，好。接下来第八组跟第九组。八九的话也是在三楼的那个电梯出来那边有两个空间，好，所以记得第八组跟第九组去电梯跑出来的地方。第十跟第十四组，但那个所长是同学，所长是我不确定，现在可能要去问一下有没有上课。那就是反正就跟着其中走，就跟着其中去看一下。好 ，OK， 来，第十四组，请先跟着其中走出去好吗？十跟十四先跟其中走。跟其中走。第八、第九是谁？第八九是明翰。那要去哪里？三楼。他跟我一样在三楼。因为那个谁，地球组那个友情移动比较方便，要不方便要把他们留在这边。对，那在这边好了。跟另外一个在这边的调换。第十一，他第十一组对，所以第十一组在哪里？第十一组在这边吗？那留这边好了。对，第五组举手一下，第五组举手一下，你们跟第十一组留在这边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跟你换，好，那就是那个，对，就是六七组上三楼。对，六七组离开好了。好，第二组是，要带开来哪一组？六七。六七到那个三楼的那个电梯口外面。你们第十、二十三要不要俊凯？你先带走。带去哪里？四楼哈，同学，你先带离开好吗？先带离开到四楼。那原本第三、第四留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是重分嘛，对不对？那原本的第十一组是在哪里？哪有？我原本排他们在三楼，那现在就是我跟云雅换。OK， 所以云雅你是第几组？我是六七。好，六七组，现在跟着云雅走出去外面好吗？六七组，请跟着云雅。你知道在哪？最后面云雅走到外面，然后到那个到几楼？三楼电梯口，三楼电梯口。好，谢谢。六七组，请。那剩下都在这边的吗？不是，你第八九，大家有朋友在哪里？我们都用微信的。四楼。三楼电梯外面啊，那你的助教是谁？啊，中
们米汉，米汉，米汉。哎，米汉呢？啊，你跟着那个米汉走好不好？你跟着米汉走吧。所以我们剩下的就是，好，那崇辉你是负责二三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中间麻烦。过去的经验是，有一组在台上坐下来，比较快场，然后呢，这边这边。Thank you.
讲你两个火箭。然后你们那个从哪里来的？没关系，你刚刚有一半。